是期待千玺的葫芦丝了，我期待，还变脸啊？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你完整的表演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们这样，最后一期，你变脸和葫芦丝一起来作为一个结尾。不做第二季了是吗？啊，就是把弟弟后干是不是？不，第一季停在弟弟当当当当。 停！第二季，除了葫芦丝和变脸，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？闷把什么的有没有？拉丁，我现在人生一个目标，就是看到千玺跳拉丁，还有变脸，还吹葫芦丝，这样会让你幸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再说，因为。 千玺有可能真的会为了让你可以感到幸福，他真的可能会。会的，他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会的，他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下次我们搞一期回忆童年，穿上童年最让你记忆深刻的一套衣服。你就这样直接可以走，是不是？对。拜拜，马姐。